他非侦查，这个我们都一样的啦，都一样的，都一样的。没有啦，那是因为哈，我不知道要对香蕉的哪一端说话才对。香蕉，哎，香蕉，对不起，关先生，那我的钱算了，这我也没办法帮你忙啊。哎，你还是找另外别的部门的人来帮你好了。哎，可是那个钱，好了好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最好啊，把楼下那些东西还没被人家顺手牵羊的钱，把它拿上来。我们马上去哈，我们马上去，谢谢你哦。什么？哎呀，这个太厉害了！哎，警官先生。哎，有没有东西吃啦？我肚子好饿。哎，结果那么久，肚子也饿了。对，我们为他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对，还以为在开电影啊？好，我钱都还没找回来嘞，你们这些事情啊，以后再说。对呀，我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你们还有胃口吃东西啊？就是嘛，打击罪恶吼是很累人的呢。哎，我们每个人都下去啊，一个人搬一两件，一下就搬完啦。你还不算什么一家之主来？还不算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好了，每个人啊到楼下搬个一两件，一下子就好了。嗯，Thank you.